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。从今年8月28号开始，校园已经全面开放，不用预约，不限名额，不收费用，携带有效身份证即可进入参观。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国防七子之首，全球第一所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高校，也是第一所在校园里发射卫星并将其送上月球轨道的大学。不仅研制了运载火箭，还参与了超级天眼的建设。因为实力过于硬核，2020年在美国制裁的高校名单中位于榜首。每年很多优秀的毕业生进入国防系统工作，其中签约最多的三大单位分别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。这是学院楼哈工大的食堂。